回事是吧？太困了，太饿了，太饿了，在这里车子靠边停，在这吃东西啊。哦，人要困得不行，车已经有点开得有点飘了，有点犯困了。对，啊、然后就临时停下来，找了几包辣条，辣条，对，辣的东西吃了一下。啊，决定对你这回把直接出去200元罚款。